我是糖糖，我是九安。我们今天来到新庄的林老爷嘉陵嘴，那这一间呢，听说很好夹，又是听说。然后我刚刚有进去问说可不可以拍摄，他只讲、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刚才是很有信心，没有在客气。刚才是很有信心，因为如果真的不好夹，如果我要拍摄的话，可能我要问一下，可能会这样子。OK， 那我们开始夹 ，Let's go。先去物色看有没有加什么。好，先看一下。对啊，那每次都十块出货没坏的。对啊。哦，我想加金沙巧克力。这个要捏脚，外面的脚。喂、哦。再后退一点。Nope。还在后面，太出来了。有了。Nope。就那么简单的东西也接不到，十块出货。Nope。不要了。下午的时候看可能会好吃。哎呦 ！Nope。哎呦，夹子感觉蛮有力的、哦，它其实没有很歪哎。而且这是爆的。哦。好，我刚刚十块出货，感觉这样可以。哎。大家二收啊。全包不行啊。Nope。哈哈哈。哈哈。高真厉害。我还常夹都大夹。哦，那个超好夹的，但它不是白金字塔。哎，这个比较大桶啊。没有啊，有一样。这比较大桶，好像有比较大一点点。一丢丢。有吗？哇、十块出货。啊，失手也不会。我姐姐。我说呢。结果啊，我没有经验值。不是你没有经验值，是你夹错地方了。有了啦。哎，走后面，妹妹冲啊。Nope。哦，有啦，哦，这个我可以啦。对，这个不好夹。我也觉得不好夹。这个有一点小歪。对，这个蛮歪的。你跟你说有点小歪。哈哈哈哈哈。那不好夹，你换姐姐。好。十、一、三、五、六。哎呦，差点滑出来哎。Nope。哎，还回去。我们现在进。捏前面看看。正式开始哦！哦，有了，五。我想要吃巧克力，姐姐你加巧克力。是怎样？有了，立起来。哦，这样也可以。这样是我下最强的，到底了。Nope。这个老师家的。对啊。那现在来摆，那现在来帮我们重新摆。前面一点。高手。无心插柳柳成荫。后面一点。哦，有了。两盒哦，差一点点就可以两盒了。那现在来摆。先。Nope。哎，这样也可以。哎，得了吧！哦，厉害哦！先来摆，先来摆，我觉得小熊饼干，因为小熊饼干好吃。对啊，好吃啊！哇！这是高手！你同学真的有教你哦！不行，东岸加。老师，狐狸唱，牛唱，要出去了。妹妹呀，有了啦。牛，保夹，保夹，保夹。两夹夹下面那个不是？对啊，下面那个更多，四十包。那保夹是多少？九十。我想说你妈这次的，这么稳。那个，来平时。好，这个很好喝，这个真的很好喝，这个我在日本喝过，时上时下喽。哇！我也想试试看，你怎么那么厉害？要二手，这个要二手。哎，太厉害！这收到去哪里？好，姐姐。没收啊，你没收啊。不用二手，它最好位置就基本是放可以收了。真的吗？可我刚刚有收哎。你对好位置。
之后，它夹到，它确实夹到瓶盖，它基本都可以穿。哦，真的哦，好，试试看吧，高人指点，然后对好位置就出，再右一点，再右一点，右，右，左右不分，会啊，好，我觉得可以，这个让它，错惯了、啊，行不行啊？行不行啊？有的哦，厉害哎！啊，夹这一关，这一关应该快出了。哦！哦！被你夹完了，被你夹完了。再前面一点，好，按。有了。哦！谢谢，到。这样来吧。有点害怕。完了。有点歪啊！不行不行，姐姐要加什么？走。哎，你看，我们快满出来了。猜。对啊，东西蛮多的。两个。哎。哎，这个感觉蛮好吃的、哦。要接下来摆了。对，跟小熊饼干一样。Nope。等一下。好，甩到后面去。感觉可以、哦。碰碰。那下楼梯，下楼梯。下楼。Nope， 现在碰不到，可以了。哦，我知道，掉了。掉前面那一个。掉，我知道了。掉前面那一个，让它直接掉下来就好。点一下它。不是，太顽固了。太丑。我试试看。很倔强哎，可以啊，这加前面一定可以。啊、可以捅给姐姐了，姐姐已经快了。压两个下来啊！压两个下来。掉前面那个。对啊，让它直接掉下来就好了。哦，对啊，要花100多块。哦，要10块出货。哦呦，翻一圈。Nope。还那么久。然后这小包装的是吧？就是你那个小鱼饼干。Nope。好。一次。好一次吗？对。短，然后就下来了。好，今天。都10块出货，对啊，今天靠统统撑惨了。我玩完全哇，10块，老板你10块出货，对，感觉是直接点，对不对？快一点，在外面一点，我觉得你点那边，我点到头后面。看你，看你，可以试试看，可以试试看。碰不到，感觉是用点的，对吧？完全没抓力。哇，啊，有了，是不是？中间那个洞下去就好了，不要夹它。中间那个洞下来了，对。哦哦。有了啦！哦，夹到就有哎。只到不可。哦，一次。啊。哇。我想说一次。哦吼！恐龙。快出货！今天都靠你生产了。对啊，这个蛮难夹的。那我们已经50块还没夹到，摆出来一点，摆那么散，然后拆台了啊，有对到，滚下来，超凉感，来夹这个实用的东西，哎，这10块2局哎，对啊，那怎么会这样？我试试，哦，撞出来，我这样倒的，用挖的看看。抽出来，哦，塞进去了，哎，哦，太进去梗了，哦，10块出哦，有了有了，你别加油哦，你每次加油哦就是没有，哦哦，盖起来了，房子盖起来，挖上面挖上面。哇哦哦哦哦哦哦，可以哦，可以哦，再来再来，盖房子盖房子，呀呀呀呀，怎么可能？有了，七八，两盒哎，两盒。那姐姐那边啊，上面那个，上面那个，左边山上，嗯，对。哦，哇，姐姐今天有成就感，这也快掉了。
哇OK， 我们夹完了，我们今天的战利品赚蛮多的，今天真的有感受到有好夹，对，有好，爸爸，你看两夹那么多哎，哦，三车，哦，没有三车过，我们都只有一车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他们东西比较大。哦，有可能。哦，阿伯有经验哦。哦，阿伯哭水应该是很常来丢这个啊。哦，原来林老爷就是他。两只章鱼啊！章鱼啊、哦，那没办法啊，两球就有章鱼啊、哦。哇！那送你，阿公要送你，谢谢谢谢。谢谢。这个娃娃是我们刚刚20个零食换的，然后这个是刚刚那个阿公啊送彤彤的，啊这个是我自己投到的。那、啊、剩下的这一箱就是我们自己想要带走的，对，自己想要留的零食，真的觉得还蛮好夹的，蛮推荐的。如果有来新庄想要夹零食，蛮推荐这一间的。好了，以上就是这次的夹零食了，那我做结尾了。好了，我们今天有没有人分享爱家家哦，拜拜。